任达华早前在内地工作被狂徒刺伤，琪琪就停晒手边的工作，悉心咁样照顾华哥。呢日是首次复工出席活动。其实华哥都需要有一段时间慢慢恢复，不过他已经恢复得好顺利，同埋恢复得都都几快。咁但系佢个手嘅恢复可能需要，我谂要几个月嘅时间咯吓，咁等佢慢慢恢复。咁我哋屋企人就系全力配合佢，做一啲即系啱佢食嘅嘢啊，对佢身体恢复有帮助嘅食物啊咁样咯。咁啊，全家人都一路都好正能量，帮佢加油吓。因为我自己唔识整呢啲嘢啦，咁但系自己上网啊，又去嗰啲药材部问地点做啊咁样，跟住咁啊试咗几次，咁跟住华哥都话都几好食，都几好食。呢次意外真系吓亲唔少人啊！唔知道活动嘅举办单位又有咩后续处理呢？华哥就因为佢哋嗰个公司都嚟咗几个人话要赔偿华哥，但系华哥就话唔使赔偿吓，因为嗰、那个意外系即系都唔关人哋嘅事吓。咁但系就所以啲老板觉得即系华哥好好咯。